嫁接，简单清楚，超慢动作，嫁接教程，一看就会。嫁接是把其他植物、品种、带花芽的枝条称作接穗，切开产生切口，将其固定在带有根系的健康苗木切口上，称为砧木。透过植物的形成层，可以再生的特性，将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互相对准，等到其愈合连接，让其他植物、品种接穗能顺利在砧木上存活。